说话的时候，这次对新疆国际大巴扎步行街进行二期改造，准备引入城市候机厅，游客朋友在这里游玩的同时呢，也可以办理登机牌，直接托运行李，方便游客的出行。还计划打造7个主题广场，有无花果主题广场、16主题广场、和天域主题广场，也有爱德莱丝绸主题广场和市民休闲广场等。